比比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我们今天要干嘛呀？今天早上先去学霸家接学霸，然后呢去教堂。快点走，快点走，要迟到了。镜头面前说话就变温柔了。对啊，好羡慕镜头啊。昨天晚上手机忘了充电，所以早上起来一看只有30%，小孩飞小飞机，所以我就把第二部手机拿出来。第二部手机，对，你看到车窗前面有鸟粑粑了吗？那我的墨镜在哪？现在要去什么？去什么公园来着 ？Jacobson Park。Jacobson Park 去放小飞机。学霸 say hi。hi。出发了。看看外面的天。那个地方也有坐各种，对，车飞起，瀑布不是洪水来了。对，我在新加坡的那个 Universal， 然后他们那个土豪们的和好莱坞明星们的住处，对，是一个小山坡上面，哇，特别大，豪华的很，富人区，那个还挺好玩的。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地方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那个天文馆。天文馆是拍，阿伯望远镜在那儿吗？拍那个拉拉烂的，对吧？对，拍拉拉烂的那个。爱乐之城。爱乐之城，在那儿拍的。哦。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全貌，还挺漂亮的，也可以去。别的真没啥了。还有好多呢。还有啥呀？
处走来了一位帅哥。走啊！把我墨镜也戴上。听这么的。戴啊。没戴吗？另外再加钱，所以应该是十块钱半小时左右。头只能从这边转，如果从这边转的话，全部都是黑的。这样子不黑，是黑的，这样黑吗？就得让我这样子亮。那黑的只是没事呢。啊，好有趣，那我只能骑个车道的。这样啊，要迎着阳光。我们去喂鸭子吧，看看那边的鸭子。大鹅，大鹅。看个鸭子。Fortnite！ 哇，今天天气简直太好了，应该戴个墨镜出门。你给拍拍鸭子啊。哎，说话，说话。这是什么品种？打个。黑警。你们家丹顶。黑警灰毛鸭。这是鸭子。在绿棚弄鸭子，鸳鸯吧，我想说啊，好几只，那个也是，那个也是。
可以坐这个，我们去坐这个吧。授权你摇的，大爷，好吗？走啊，去玩爬梯，滑梯吧，走啊。不是，这水是不是从那边流到这边的呀？不然是这个是干嘛的呢？上面有一个。对啊，上面有一个。上面那把水缸。怎么？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建那个 water park， 不知道在那边开没开？快上啊！
再往前蹬吗？好慢啊！来聊聊一下你在船上什么感觉？船好玩吗？脚有点凉，累不累？就是当你把脚丫子伸到水里的时候，哇，感觉要抽筋了的感觉。其实因为风很大，所以我们不用动，在床上待着就能漂一段了。啊，走啦，回家吧。